大家好，我是奈莉，欢迎来到我自画自说的频道。下雨天不要出门，相信这是基本常识，大家都知道。这天乌云密布，云层里不断地闪现光芒，地上还有积水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要下雨了，得快点回家。但有名男子他却特立独行，他开心地玩地上的积水，用跳跃的方式呢，先跳这个积水，再跳去另一个积水，玩得不亦乐乎啊！但我看得胆战心惊啊，真不知道要说他胆肥啊，还是不要命啊？要玩水也要看时机，小心被雷劈啊！你看被劈了。又被劈了，还来啊？天哪，雷公大人，这不是把肺吃到饱耶，这样劈人还能活吗？所以人啊，千万别高拐啊，你看这不是作践自己吗？下雨天还玩水，难怪会被雷劈啊，真的是挑战神明啊。我是奈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